起来那么好看，你应该多笑。笨蛋，你已经带我远离我讨厌的地方。19岁应该是人生的一个夏天，19岁的时候很狂，跟剧中人差不多，也是每天骑摩托车。该去尝试的事情没有尝试，拉回那种在迷途之中怎么样，在过程中学习成长的那种感觉。我很喜欢骑机车，摩托车是对当时候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讲，它是一种自由的象征。你骑到山上去，它可以一带就把你带好远。要跟他培养感情哦。你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做可能别人一两年已经做完的事情，那即使追不上，我觉得也还需要尽力的去做。可以吗？我忘了说没有。到沙车没有用。太难了，这个是小龙。没时间学，之前练一练。没事。不，人没事就好。不是我，换你做什么，我都可以接受。杨洋，也希望每个人都能保持19岁的那个状态，努力的去追寻自己的梦想。你在水里面拍了踩不到东西，很容易会被浪打走，那可能就要重新拍。因为这样的情形哈，重复了好几次。我们这边 OK， 我们先上岸等你一下哈，我们等一下整理完差不多后，我们拍的是跳水桶的那一块。我不跳，可以玩水的。我不跳，就要替身。你不跳不要跳啊！跳啊，小胖。你可以带我远离我讨厌的地方。当你拥有青春的时候，你可能并不在意，但是当你理解青春这个词的时候，你可能已经失去了。像海底的珍珠一样，太宝贵了，因为太短暂。青春它不是永远的一件事情。你要热身吗？不要。我不太会打，可是我不太会打。不太会，没关系。当你年轻的时候想做一件事情，就要朝你梦想走，不然就是怕以后会有遗憾。青春就是要勇敢，做什么事情都很淋漓尽致，去冲撞它，尽量的去冲撞它，也可以做自己。真是了不起的一个人生的阶段。我希望我永远是19岁。